我觉得非常的高兴，这一次可以回到 Locust Hill， 就是卫冕这一场比赛。那这是我在 LPGA 的第一场冠军，也是我的第一场大满贯赛的冠军。所以这一次回来其实是还有一点紧张。今天打了九个洞，觉得球场的状态非常的好。长草比去年还要长，所以今年应该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一年，所以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打好每一杆，然后一定要有耐心，不能急躁就可以了。